在呢要去海港城，因为很难得我们星期六一起休假，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海港城逛逛。昨天呢，我们他第一次看哈利波特，很 amazing 吧？他从来没有看过。我们昨天重新看了，才发现原来哈利波特已经是22年前的电影了。然后呢，我们今天我要一口气再带着他一次把哈利波特追完，真的很好看吧？Hello, Mona. I can't shake the simplest feeling beyond the ghost. We stand on the opposite shore. Hello, Mona. I reach through mysterious feelings. 刚刚到这里呢，发现这里的景真的是太美了。所以决定跟你们分享一下，准备好了吗？哇，超漂亮！超漂亮！那船长就在那边休息喝茶中的船长。他们的船是没有游乐设施的吗？怎么看起来其实好像蛮小一台的，很小，对不对？走吧。吃饭去，肚子好饿哦。那我吃烤鸡配薯条。这个猫粉超级好吃。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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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現在我收你那個$400啦，你用完你回來我跟你拆了它換回些樓是免費的。哦，明白嗎？明白。這個有點，這個不行，這個太淺了。這個是比較薄的類型。嗯，我喜歡這個，如果這兩個我會選這個。這個。嗯。打點光看。好。I will carry you on my shoulders as long as I'm able. Scare the monsters under your bed. Deep in the biting, liking for you. 我刚刚因为尿尿，结果害我们多付了一个小时的停车费。Sorry， 我的血说来就来。政府补助了我150块。还海港城赚我30块，谢谢政府。哇，很正面的。你真的很正面，你真的很正面哎。嗯。我不知道。
好的。如果以软饼干的定义来说，好像之前陈玲在台中买一家软饼干给我更好吃。It's been so long, you've been so tough. You've kept it up, you've kept me up. Been standing tall, keeping strong, and I'm doing well. I'm eating more. And though you might think that you're someone, and though you've been big in your time, you need someone to love. To love.回来了之后呢，然后就去买了晚餐，因为今天不太想煮饭，所以呢我们就去买了这个螺蛳粉，这个是螺霸王的。然后我们本来是想要找海味螺，但因为我们家附近超市只有螺霸王，所以我们就买了螺霸王。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Hello 大家，现在呢是早上的9:53了，然后我今天其实很早起床，就是因为我打算今天很多事情要忙，所以呢现在第一件事情呢，我要先来收我的行李，因为在过两天我就要飞去以色列，但是因为我明天其实蛮忙的，所以我应该是今天可以整理行李。等一下呢要去吃坦仔三个，因为我朋友呢每天看我吃三个，然后吃的他也很想吃吃看三个是什么味道。嗨，这是那种火锅料哦。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吃，你可以吃吃看。嗯，对。那我就生菜腐皮煮熟。那你要五小辣这个？对，五小辣。Hello 大家，昨天呢就是我跟我朋友就是吃完三个之后，然后我就没有录太多音，然后我们就这几天每一天就是晚上回到家就是一直疯狂的 hang out， 就是喝酒啊，然后在家一起看电视。我们对于犹太人的文化有超级超级
无敌多的好奇，所以我们每一天呢就都在晚上就在家看 YouTube， 然后研究犹太人的文化，研究到半夜三四点，然后早上很早就起床。然后因为我朋友也这几天就回去了，所以呢我就想说好好来总结一下。今天呢我会想要再把这个结尾录完呢，也主要是因为我收到了一个包裹，然后是我真的是期待超久的包裹，然后我现在就是来给你们开箱。由于我刚刚呢边开边很兴奋，所以呢我已经把就是我买到所有东西都打开，然后先摆拍了一轮，因为我真的觉得太美了。然后我会 po 在 IG 分享，就是因为这次影片应该比较晚上，所以你们应该已经有看到我 IG 的分享了。我有点迫不及待想分享，但是呢我还是希望我可以自己先穿过用过之后，再把我所有使用的心得跟使用感受好好的分享给你们。应该在这一支影片的最后面呢，我会好好的介绍就是这一切的东西，剩下的使用心得啊跟细项使用过后好好开箱再给你们分享。今日 OOTD check， 丹尼的上衣，然后这个是 Sting 勾牙的包包，然后还有这个 Myu 的耳环。出发，小狐狸，这件真的是蛮好看的。啊，你有没有看到它这里有一个贴？啊、OK OK。有没有看到？完成，上个车。香港现在不用戴口罩，真的是很常会忘记自己到底有没有戴口罩。我最近开了大绝，把这个包包呢装了超多东西，超级多。手机、卫生纸什么的，我连眼镜都放得进去，那它就增加。是满的，但是不是不合理的满的。Hello， 大家好，我是 Steffi。我现在呢就是要来好好跟你们分享这个 Kogos 的这个网站。那这个 Kogos 呢，它就是一个来自英国的网站。然后这个网站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逛，是因为里面有超多我喜欢的品牌，就是我可以一站式的逛到。我自从真的是搬到了新家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出门过。可是有了 Kogos 这个网站呢，就让我还是可以就继续的网购。这个网站呢，它里面就是有非常多设计师的品牌，不管是大众的、小众的，它全部都有。我先把我能记得的比较知名的品牌都告诉你们。比较大众的品牌呢，譬如说就像是马丁靴的那个 Dr. Martin Coach、Tots、Marc Jacobs、Tory Burch、Ralph Lauren、Max Mara 也有。但是呢，
如果有一些是比较属于文青，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爱大众设计师品牌、小众品牌的你呢？它里面也有，譬如说像是Anybing 啊，然后 Ganni 啊、APC 啊、Golden Goose 啊，或者是小狐狸，全部里面都找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站对我来说是非常好逛的。然后除此之外，它男装、女装它都有。然后在 Woman 的那个 category 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选项叫做 Gifts for Her。如果你真的想要挑礼物给女生，你就可以按进去。然后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些选的礼物都是蛮适合送，就是有时候你真的如果没有想法，你可以去里面找一点灵感。男生的也有，就他也有一些 gifts for men， 所以你就是可以点进去。我就觉得这是蛮贴心的一个设计。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它非常非常好逛的另外一个 category 叫做 homeware， 因为我最近搬新家嘛，然后它那个 homeware 里面就是有超级多那种设计师的家具用品，譬如说我最爱最爱的黑在里面就有，你就完全找得到。我现在就也先快速的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买的那些东西，就是你们先看我这个耳环，看到吗？这个耳环呢也是在上面买的，然后它是那个 Astrid Mayu 的，就是也是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然后他们家的饰品我觉得都很好看，所以我就挑了一个这个。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它的价钱也蛮合理的。然后再来呢，就是我帮一先生挑了一件小狐狸的 T 恤，质感很好，就是完全对得起他们家的价钱，就难怪他那么红，就真的穿上去超级好看，然后衣服的质感也是好的，就是是很挺。再来就是我买的这个，就是已经给你的卫衣，但是它的长度啊、肩线什么的，我觉得都很刚好。给你家的东西，我觉得超级不会错。然后这件也是我最近入春蛮常穿的，我觉得单穿它一件，配一个牛仔裤，或者是随便配个 legging 都蛮有型的。最近应该有在关注我 IG 的朋友们，就超常看我背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买的这个Sting Goya 的包包。我跟你们说，我真的超级无敌爱它，它是那种。真的是丝的哦，它是丝的包包，它真的是可以装非常非常多的东西，然后它背起来就是这样，因为它是丝的嘛，所以它是软的，它就真的是比较没有硬挺度的包包。你们不要以为它就是粉红色超难搭，我跟你们说它超级百搭，它就是搭任何一个穿搭，我觉得它都可以把它凸显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跟春天，就这个包包我真的是大爱。前阵子我就想说，那我要再下单 Coco， 所以呢，我就跟一先生在那边逛，然后逛逛了，我们两个就有点无聊，就想说，那来比个价好了。我们就找了一件 Ralph Lauren 的上衣，在 Coco 的价钱已经比在香港官网价钱低一点点。后来我们再输入我的折扣码，就差超多，因为那个时候折扣码是有到七折，所以输完之后呢，一件上衣大概差了大概600多块700港币，也就是说差了大概2500台币，所以真的是差了非常非常多。之前如果有看到我 IG 有分享的呢，我已经有把上一次的折扣码八折折扣码呢放到 IG 上面去，但是因为现在这是一个新的活动， Coco 是在3月27号的早上8点到4月3号的早上8点，那他们会有一个春夏减满的活动。折扣码的部分呢，你们就直接看我的资讯栏，我就是会把折扣码放上去。那春夏满减的活动呢，它的消费呢只要满150磅就会减50磅，满300磅会减100磅，满600磅会减200磅，所以我觉得就会差非常非常多。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想要买的一些比较精品的东西，就是赶快买起来，因为我很想要买 APC 的包，所以我想说如果我也可以搭上这个活动，就是非常的划算。这个活动呢，我就是只有提供折扣嘛，所以你们买的任何东西都不会反馈到我这边来，就我不会收反馈金的，所以你们可以放心的使用，放心的好好买，就是大买特买，买爽吧！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好物，因为我自己本身很爱买，所以我很爱推荐这种好康的东西给我身边的朋友。然后如果你们呢，就最近也有想要买，比如说小狐狸啊、Ganni 啊，或者是任何品牌，反正你上去看，你们真的好好逛，你们可以挖到超多宝。你们记得要去看我资讯栏下方，我会把折扣码放上去。那今天影片呢就到这里，那我们下次见，拜拜。